我是 Auto Goddess 的 Hill， 现在我要为大家带来我们最新单曲《壁咚》副歌部分的舞蹈。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学起来吧。哇，就像繁华的桥段。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学起来吧。下面呢，让我有请其他几位成员和我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段舞蹈的分解动作。有请第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浩然。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壁咚你的爱。那这一段的重点呢，就是壁咚。壁咚就像你真正的去壁咚你的女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五指张开，摁到墙上，对的。然后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爱心，这个爱心比的方法呢，就是食指在上面，中指在下面，就是这个样子。好的，让我们再来一遍，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壁咚你的爱。好的，这就是第一部分，我们谢谢浩然，下面有请第二位。大家好，我是 CC。 OK， 开始吧，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壁咚你的爱。那这一段呢，其实跟第一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壁咚爱心都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壁咚，壁咚，一个手呢放在你的胸前，侧面是90度，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手放在你的头的上方，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的时候呢，要画一个圆。在壁咚你的时候，你的时候站定位，对，你定住，一个手在上面，一个手在下面，你的爱，对，好，让我们再来一遍。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壁咚你的爱。对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CC， 来 give me five。好，有请第三位成员，会是谁呢？噔噔噔，江江。大家好，我是景轩。嗯，好的，来我们第三部分，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咚出你的爱。那其实这个舞真的是其实是挺简单的，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学，跟前面两段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壁咚的时候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出腿。第一个壁咚的时候出左腿出去，然后把你的胯送出来。然后第二个壁咚的时候出你的左手胯到右边，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接一个动出，对，侧面看的话就是你的胸有一个 up down， 动出，对的，你的爱，你的爱，那个小的心然后就变成一个大的星星了。对，刚刚给的特别小气，然后现在我们给大方一点。是的，有感受到我们的爱意吗？ biu biu biu， 来，你怎么不理我呢？这差不多。好的，五六七八，壁咚壁咚，动出你的爱。是的，这里还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做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心，来为大家演示一遍。壁咚壁咚，动出你的爱。有比标准吗？是大西瓜吗？不是大西瓜，就是一个心，对，就是这种感觉。来，好的，我们谢谢景轩，来有请最后一位成员。呀比啾啾啾。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丝。嗯，好的，来，我们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最后一个部分，也是很简单的，跟着我一起来，五六七八，咚不咚，咚不咚，扑通扑通扑通。这一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咚不咚，还有一个是扑通。咚不咚呢，就是把你的手握拳头，然后用你的手腕的内部
内侧，就是平常擦香水的那个地方，去轻轻的敲击你的头部两次 ，twice， 咚不咚，咚不咚，然后扑通的时候呢，就是拟声词吧，就是拟声你的心跳声，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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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感觉，对的，然后扑通是做三次，好的，五六七八。咚不咚，咚不咚，扑通扑通扑通。好的，以上就是这支舞蹈的分解动作。那么，让我有请刚刚为大家演示的其他几位成员一起来为大家完整的展示一遍。哟，上来吧，小伙伴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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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了，让我们再为大家演示一次吧。心却向往，就像繁华的桥段。